drown me instead. I've always wondered what it takes to fill this empty void inside. But now I've realized you are what I needed this whole time. 今天是台灣的第三日，我現在就出咗去，諗住去便利店買早餐食啦。跟住翻到去咧，就要執行李啦。咁然後咧，晏少少就可能會去信義區嗰邊行下。晏晝咧就會坐呢個火車翻去桃園嗰邊啦。我超掛住台灣嘅便利店啊！我個 friend 推薦我飲呢一隻啊，試下先。有茶葉蛋啊，我想吃關東煮，但是他這間好像沒有，飯團差不多被人清曬咁滯咯。蒜香意粉咧係用油炒，佢會下底有汁啊，佢咪用汁咯，但係佢個意粉係似係撒出嚟咯，唔係炒咯，炒會好食啲。但係佢個芡係醬卜卜噶，佢個芡好似好好食啊，超級大粒。我想你食完話我知好唔好食啊嘛。佢呢個係叫做，佢話係手工嘅檸檬塔。我想睇有咩分，你食先啦。喂，你唔使啊，你快啲食啦。好酸，好酸。你試下。使唔使幫你影相啊？唔使。係喎，佢個底真係好硬。火車翻去桃園啊！今日咧，我哋最主要晏晝咧就行咗呢個忠孝東路東區嗰邊啦。係啦，咁就我覺得啲鋪頭同中山區有啲大同小異。我而家已經行到好攰啦，跟住我哋陣間去到桃園咧，應該就會去夜市食嘢。我哋而家嚟到呢個中壢區觀光夜市，即係叫做生命夜市。咁我前兩日咧就食唔到夜市啲嘢啦，今日咧我就要補翻數，食翻夠本事。呢個好特別啊，好似未見過，係咩嚟嘅？我都唔知，叫做咩肉夾？肉夾馍。我哋第一站嚟排呢個地瓜條，聽聞係好出名嘅，而家都好多人排緊隊。佢有呢、這個地瓜條、薯條同埋美國脆薯，跟住仲有杏鮑菇，咁你就可以揀佢啲調味粉啦。咁我就係諗住揀呢個
有紫色海苔的系椒，而家好热喎，但系系好食，热辣辣先。呢个系咩味啊？墨西哥香辣粉，我觉得呢个好食啲，但系佢唔系好辣咯，我觉得 OK 啊。佢有啲似卡洛啲啊，肉啊，超级多人啊！呢个夜市，呢间系卖呢个章鱼烧原只章鱼烧，因为我挂住泰国嘅章鱼烧，所以我都谂住买一份嚟食下。我哋嗌咗呢个海苔口味，呢一间起司马铃薯其实都多人食嘅，不过咧我觉得食完应该会好饱，所以咧我就留翻个肚食其他嘢。呢一间老美咧都几出名嘅，我个 friend 而家带咗我嚟买呢一间，佢话系佢嘅爱店啊。我喜歡吃蒜頭，番蒜來的，因為我只是覺得它蒜頭很鬼好吃，所以我才會喜歡吃這個。前面那間廣東腸粉是我朋友介紹的，因為它是一些石磨腸粉，我是很喜歡吃石磨腸粉的，所以我們就去試一下吧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想吃都沒得吃，已經收鋪了。我們現在就來到公園開餐了，吃這個原隻的章魚，但其實已經淋了，好大隻腳，好大粒啊！我試一下呢個炸魷魚先，好香，即係佢唔係好好厚嘅炸粉咯，同埋你夾住粒蒜實係最好食，好辣啊個蒜頭，飲水啊！想食下甜品，好啊好啊，成日睇到炸嘢，中和一下。最后来了这间冻心冰淇淋，买这个炸冰淇淋，我选了榴莲味，我最爱。你是什么味？我是最 basic 的香草，是啊，它的香味少一点。我看它是已经炸好了，用15秒就炸好了，这么快的15秒就炸好。它外面是个面包来的，然后入面是雪糕，真的写着现炸15秒就到。这个呢刚刚炸了15秒，所以呢其实它不是很热，可以即刻吃的。这个面包皮都挺厚的，但不算是很浓的榴莲味咯。我嚟做今日嘅甜品，今日嘅最后就嚟咗清新福泉，买咗一杯我想饮几日嘅茶，终于饮到了。